玩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呢，当斯莱培普和拿着五个索菲亚入狱记一起来玩一玩游戏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玩吧。今天呢，有点不同的是，在水池这里直接放入斯莱培普之前呢，先把这里的索菲亚入狱记也放到水里，我们再来制作一下史莱姆培普吧。朋友们，你们很好奇吧？怀着好奇的心跟我一起来吧。果然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史莱姆培普呢？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奇的史莱姆呢？那么凯莉现在先要把索菲亚入狱记放到水池子里面呀。首先第一个是，里面是粉红粉红色的圆圆的入狱记哦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包装都打开，灯上面呢没有图案。现在凯莉要把它放到水池子里了，紫红紫红的圆圆的。好啦，现在呢高高的举起，我要开始投进去了哟。一二三，扑通！小朋友们不要学凯莉哦，水都溅出来了。好，看呀看呀，水都变成了粉红色的了，粉红色。嗯哼，哦，简直看得一清二楚。在它完全融化之前，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。里面会随机的出来这样六种不同的玩具，三个是粉红色的，三个呢是紫色的。一共六个吧，到底是会出来哪一种呢？跟凯莉一起看看吧。在入狱记融化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的。第二个进入，扑通。第三个进入，扑通呀，金，放在前面吧。第五个了吧，浸泡一半吧。嘘，哦，哦，看看呀，天哪，流出来粉红色的水呢。再浸泡一下，噔噔噔噔，哇，再见了第五个球。它们全部都融化了的话，里面的玩具是会浮上来的吧。快浮上来，哇，浮上来了，大家看见了吧。第一个，噔噔，哇，好漂亮啊，是一个项链坠子，小朋友们，而且打扮成美人鱼索菲亚印在上面呢，她是一个人鱼公主，这样子的模样，闪亮闪亮闪亮的，旁边呢还有海星，非常的漂亮吧？能看见这里冒出气泡了，一二三四，可以知道他们在哪里了是吧？这里，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出来了第二个，哦，我的天哪，第三个，哦，是紫色的。噔噔噔噔，高贵的紫色，颜色是不一样的。上面是蓝色的背景，好像是冬天的样子。索菲亚呢，穿着一身的冬装，而且手里拿着礼物盒子，是新年要去给别人送东西。说不定会出来五个不同的玩具呢。来，第三个会是，哇，这又是不一样的，太幸运了。噔，上面画着是跟动物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索菲亚公主，挽着胳膊，他们挽着胳膊。这个呢也是蓝色的背景，还披着棕色的长发呀，非常的可爱。走，四个都是不一样的，好开心呀，买得很成功呀。看这个吧，也是非常漂亮。当当，上面也是索菲亚公主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图片，好有爱啊，看见了吗？天哪，拿到的都是不一样的玩具呀，都是随机的。那么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，也出来不一样的话，肯定就能拿到五个不同的玩具了。来试一下吧。哦，浮上来了，果然，先给大家看看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当当，这什么？是新的吧？哇，我的天哪，凯莉拿出了五个，全都是不一样的，全都是不一样的呀。这个是也是在水中的索菲亚公主，但是海星呢比以前的多吧，就这样的。那么经过以上的步骤呢，索菲亚入狱记随机玩具游戏就成功了哟。接下来呢，凯莉要用水池子里的水来制作一下史莱姆，要把粉末都放进去吧，小朋友们，放进去了哟。熊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，都变
像在制作魔法药似的，小朋友们，是不是放得太多了？我们把刚才拿过来的项链坠重新的放进去，制作一下史莱姆陪铺后，然后再把这些找回来，怎么样啊，小朋友们？丢哦，这么快！丢丢丢丢，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搅拌一下了，小朋友们。还真是的，美丽的粉红色的水就变成这种黑乎乎的了。搅拌一下会好吧？哦，真是的，这么快就凝固了。这里的水好像太多了，是不是太多了？没办法啦，另外粉末放进去。小朋友们，怎么不行呢？好奇怪啊，是凯莉用了入浴剂的原因呢，还是这里的水太多了的原因呢？真的是让我感到很困惑呀，找不到原因。凯莉要来确认一下了，怎么确认呢？噔噔噔噔，还是不行啊。怎么样呢？想来想去，凯莉觉得还是水放得太多了吧。那么这样吧，我们再来放一点史莱姆，再放进去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这里面的史莱姆佩普的粉末了吗？圆圆的凝聚在一起了。它们本来是要融化的，凯莉觉得呢，我们一开始应该用温水来做，现在水都凉了，所以它们都结成块了。不过凯莉还是觉得做得挺不错的。有有有，好像做得越来越好了，花了不少的时间。凯莉呢，不断地搅拌它的结果，凝块就会开始渐渐地散开了，融化了，越来越长。来，凯莉不见了，出现了，凯莉不见了，凯莉出现了，哟那么接下来凯莉要寻找之前放进去的项链坠了，会很容易的找到的。哇，一伸手就抓到了，真的太幸运了。四个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有四个啦，最后一个哟，噔噔，第五个，易如反掌，太容易了。哎呦，天哪，小朋友们，把它们放到桌面上的话会非常酷的，小朋友们，凯莉来试试吧。一二三，很像史莱姆冷冻粘土，不是吗？不是冷冻的粘土，史莱姆冷冻粘土呢，比这个会更加的稠，更加的硬，抓起来手感会更好。哦，这是液体怪物了，再拿一点，嘘，出来，来，嘘，呀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史莱姆陪铺游戏就成功啦！今天呢，拿着索菲亚入浴剂和史莱姆陪铺玩具一起玩了玩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但是小朋友们，不能把史莱姆放在桌面上来玩，凯莉只是示范给大家看看。还有，玩完史莱姆冷冻粘土以后，一定要把它收拾干净，整理好，不要乱放。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玩哦。再见。